黄大仙女友郭润奇曝光揭秘新婚夫妇照，郭润奇透露对黄大仙有心动过。我们在奥运会之前第一轮的预选赛中和中国选手们有着微妙的神经战，发展到要吵架，有点在斗嘴，稍不留神就会动武的情况下，黄大仙正好在中间保护我，